揭秘功夫电影的魅力，为什么很少有人谈论《搏击之王》这部电影呢？《搏击之王》不仅仅是一部功夫片，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复仇、救赎和精彩动作的故事。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杰克·多纳修，一位来自纽约的警探，他渴望复仇。1981年，杰克在曼谷亲眼目睹了哥哥肖恩被残忍地砍杀害，从此他的生活变成了复仇之旅。十年后，杰克在泰国的卧底任务让他与杀害哥哥的凶手正面交锋。为了复仇，杰克决心学习泰拳，师从传奇人物普朗。在普朗严格的指导下，杰克变成了一台格斗机器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发现了一个黑暗的地下世界，那里充斥着非法格斗和剥削。故事还有反转，莫莉，一个被困在看魔爪中的美国女孩，为杰克的复仇之旅增添了一丝情感。所以如果你喜欢精彩的动作场面、引人入胜的剧情和充满勇气的故事，搏击之王绝对不容错过。准备好体验惊险刺激的观影之旅吧。